老师今麦在调音，我也可以。你哪笑？老师也是真欢喜的啦。好啦，老师在调音，好听吗？好，其实吼，听老师调音也是一种享受，好不好？Yeah.
当歌谣。也够啊。相信大家拢知影，咱这几年，咱的土地已经被破坏个泥巴嘛。啊，咱刚才吴声老师讲的，民主自由灵魂本土，是一个人类本体的基本的、基本的人类啊的价值。然后柯医生老师讲的，咱一来欠的就来欠一个啊，咱来好啊，来好啊。啊，来，听只讲歌谣来。
你着下水，南北风吹透的暗，天色大乌云，一句为前路，一声要赚钱，踏着一阵车，阮要去倒市，所来的袂放车，你欲知阮去倒位打拼？
是咱悲观的英雄，用笑话来讽刺。谁悲观的爱情，谁悲观的爱情，谁悲观的
创作里面也有一个一张一条这个围巾哈，等一下。